一次也没有见过爸爸妈妈。我问奶奶，她说妈妈去给你买糖了，回来的时候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抱抱。妈妈不在这世界上了，我不相信妈妈会忍心离开我。世界上没有一个母亲是不爱自己孩子的，我就一直走，一直走。她再也不会回来了。